嗨，大家好，我们是影子万。年纪满满的，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规则。人脸 mix 挑战，分析照片中的人像是由哪两位艺人朋友合成的，两个名字都说对即算正确。Into One 成员们从左至右依次作答，全员回答正确则挑战成功，否则挑战失败。失败的惩罚是，大家需要把今天录制的名牌撕下，然后签名给到我们奔跑吧青春部落的用户。哦，那太好了呀，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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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直接来吧，来签名给大家，好。所有人签名。哎，我的名牌去哪儿了？哎，那你不能输了，你今天必须得赢。要不把你脸皮撕下来。来吧，来吧，好，来。博远的脸，博远的脸。然后那个李晨曦的身体。确定吗？确定。啊，真的。不对，博远的脸，沙溢老师的身体，确定吗？确定，确定。你一开始猜对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吧，没事，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这个是升级版。米凯，你好可怕呀！哎呀，我也觉得，对不起，但是我也没看过这样的脸。啊，这是我，那个是我，那是米凯，然后那个脸是范丞丞的脸，犹豫吧。前面不太像范丞丞的，像刘宇的。是我？我觉得不像我。你的嘴角真的很独特。哦。哎，我说的是李默，不是 ，no， 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刘宇的脸在我的身体上，然后那个林默的脸在米凯身上，我确定，我同意。啊，厉害，我的脸长这样。刘宇的身体，因为这个发型就是刘宇的专属，对对对对，这个姿势就是刘宇的专属姿势。郑恺老师的脸，对是，对对对，确定。哇！赞波的身体，还有周深的脸，对对对，确定确定确定，我觉得 OK， 我觉得 OK， 我觉得 OK。周深老师，好厉害呀！好，我，周贵的身体，范丞丞老师的脸，好，这里。哎，沙溢老师的脸是不是？尹浩宇的身体，沙溢老师的脸，这一看就是拍拍的，对，哦，拍拍的，对，绝对是。哎，这个气质根本都藏不住，就通过肢体，我们都太熟了。这个气质根本都藏不住，就通过肢体，我们都太熟了。哎，感觉。导演受到了一次挫败，他的表情，他一直在失望，好像反差。他一开始，你们能猜对吗？在后面是吗？主要是我们的身体太好猜了。少奶奶，这是家人，这是我，我。这个脸是谁啊？白鹿老师的脸，不是白鹿老师的脸，真的吗？白鹿老师打，对的。现在为止没有出现啊，对。啊 ，OK， 那身体是张嘉元，脸是白鹿老师。全来看一看。Angelababy，
除了今天哦，真的，真的，嘴巴，嘴巴是的。白鹿老师的脸，白鹿老师的脸，啊，对。OK OK， 确认确认。啊 ，OK。这个很简单吧 ？OK， 啊，可以。AK， 殷浩宇。然后林梦和刘宇白白鹿了刘宇吧刘宇吧你近一点看我也想这是我你看我脸上有没有那个痣啊这个怎么林梦的身体是林梦的身体林梦的阿红有点刘宇吧应该是刘宇真的吗刘宇的眼睛真的对眼睛是因为单眼皮嘛OK。对啊，哎，但是，对，但是我也不确定。刘宇，刘宇，刘宇，绝对刘宇。林啊，林墨刘宇，A K Patrick。Go win。这是 Nine 的，小九的，小九的身体，这个有难度。哦，这个脸是谁？我知道了。谁？啊？啊？看我。宋雨琦的脸是不是 Tomboy 确定刘宇厉害啦啦啦啦我看出来导演老师的表情就是这都难不到你们的表情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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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个是 Ricky 的脸吗我看一下不是这是 Ricky 的脸这个五官绝对是力丸对只是改了肤色而已。OK 的吗？这个整体感觉是像一个真的人，在的人，对，很和谐，很和谐。这个 AI 也太厉害了吧！但这个身体是谁的？李晨老师，晨哥，还是李晨的？是晨哥。你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答案。李晨老师。加力丸的力。对的呀。我们太厉害了。Patrick, is this show called Keep Running? Keep Running, English. Keep Running. Yeah, yeah. Keep Run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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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